闪电，闪电，好久不见。我也很高兴。跑了！我嫁祸给施市长，也能嫁祸给你，看他们信谁说的。有请下一个演出剧目《疯狂动物城》。朱迪从小梦想能成为动物城的警察，跻身到了全市大块头的动物城警察局，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，在48小时内找到失踪的水獭埃米。朱迪在尼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丝线索。好了，玩得很开心，不用感谢我给你线索。既然傻瓜都能查车牌，我就带着笔再次向您老告别了。查车牌？我不能查车牌，我还进不了系统。请把笔还给我吧。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傻瓜都能查车牌？哎呀，那要是有个傻瓜能帮我代劳，那就好了。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，兔子，你不能永远把我吊着吧？不是永远，我只剩下36小时来查这个案子了。你到底帮不帮我查车牌？这么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在车管所确实有个朋友，闪电是这里最快的家伙，有什么需要找他就对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得争分夺秒，时间非常的宝贵。等等，怎么都是舒懒？你速度会很快的。你觉得他们是树懒，所以就不能快了吗？我以为在动物城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。闪电，闪电，好久不见。见到你真高兴，伙计。我也很高兴。嘿，给你介绍个朋友，闪电。我忘了你叫什么了。我是动物城朱迪警官，你好吗？我过得还好，不错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别急，我能喂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要查一个车牌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查。什么？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个车牌，我们的时间特别特别的紧迫。好啊，车牌号是29T 什么？29THD03。29THD03 THD03 HD03 B 03零三。嘿，闪电，想听个笑话吗？好啊，骆驼为什么有三个鼓包？我不知道，骆驼为什么有三个鼓包？三个鼓包，她怀孕了。哈哈，是啊，真好笑，真好笑！我们能继续查车牌吗？哎，别！狐狸西哦不！什么？闪电？骆驼？喂！不！什么？有三个鼓包，因为怀孕了。好了，讲完了，能继续了吗？
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谢谢。29TH D03，登记公司是冰川镇豪车服务，说他被豪车带走了。这辆车的冰川镇是冰川镇。非常高效，伙计，我爱你，欠你一次。快点，我们要赶在晚高峰前。这么晚了。朱棣，是杨副市长，我们查明原因了，有人用毒镖给食肉动物注射血清，所以他们才会发疯。哦，真为你骄傲，朱棣，你做的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副市长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接下来这案子就交给我吧。算了，还是不用麻烦您了，让我和尼克来处理就好了。抓住他！朱棣，没事的，我们走。好了，现在放松。哦，春兰没吗？不要，出来吧，朱棣。拿着这个，把它交给牛曲长。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，绝对不能。我不能走路了。不能再想别的办法。我们是同一伙的，朱迪。不被重视，没人欣赏，你不觉得烦吗？虽然食肉动物强壮又能炸呼，但是我们的数量是他们的10倍。想想看。90%的市民联合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，我们会是天下无敌的。在那边。在胡萝卜农场的，真可惜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杀了我吗？不，当然不会。他，尼克，你好，警察。在国家历史博物馆，有只野蛮化的狐狸袭击了朱迪警官。哦，快来人！不，尼克，别被他控制。控制不住，没用的。因为食肉动物本来就有那种变野蛮的生物本能。天哪，想想明天的头条，警察英雄被野蛮的狐狸杀害。所以你要引发城市的恐慌后自己掌权。是的，差不多吧。别妄想了。怎么会是妄想呢？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伯尼克，再见了，兔子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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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击死亡。你演的可真不咋地，还好搞定了。我们搞定了，谢谢你，长舌妇，你的讲演简直近乎完美。什么？哦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在我这里哦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是蓝莓，我家农场种的。嗯啊，真的好好吃，你该尝一尝的。我嫁祸给施市长，也能嫁祸给你，看他们信谁说的。哦，实际上，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他们当然信你说的。哦。这叫智取，宝贝。